我爱狗，爱旅行，也爱喝点小酒，很特别吧？你们觉得很特别吗？爱狗，爱旅行，也爱喝点小酒，我觉得这一点也不特别啊。擦，走开！你会是我人生缺失的那一角吗？不会。海滩散步很惬意，晚上舒舒服服睡大觉也不错哦。不然你晚上要干嘛？走开！你会是我人生缺失的那一角吗？干嘛干嘛？这复制贴上吗？走开！晚上，同一个人，走开！我爱国爱旅行，也爱喝点小酒，很特别吧？一点也不特别。刚才有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，有没有别的？有没有别的台词？我挺爱约会的，只要不出糗。哦，只要不出糗，好，这个可以。可是你跟刚才是不是有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啊？是不是有男的、啊？我刚才把他点掉之后，发现后面有一个男的。嗨，你好，你能把蜡烛点上吗？我讨厌用火柴，什么公主病啊？好。火柴是不是这么细？对不起啊，你的杯子掉了，抓不起来啊。然后点在哪呢，小姐？怎样？你要点在哪？蜡烛这里是不是？最喜欢放火的呢。我们喝点红酒吧。那这个火柴放哪里？对不起啊，你的薯条。这真难控制，我帮你再多烤一点牛排哦。我看他好像不太熟。他刚才要我做什么？大概要我做什么？倒红酒是不是？红酒，哎呀，红酒，我先帮你。杯子破了，服务生，杯子破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好能控制。来，这样子，好，放开。等一下，你给我，到底谁做这种游戏了？服务生，帮我拿一个新的杯子。好，谢谢。好哦，还要红酒吗？不是，这个很红，这应该是红酒，对不对？好，红酒。红酒，这要叫人家怎么玩啊，真的是。你看他的脸，你这什么表情？这不屑吗？服务生，再帮我拿一个杯子。服务生，对不起。往这边倒是不是？再上来一点，好。这杯子是怎样？对不起哦，我觉得这游戏好难哦。我生气，因为呢，他要你按 WS 控制，然后又要你按上下左右，然后又要你按滑鼠，等于说我根本就。要有三只手我才能去控制这些东西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游戏太让人生气了。你下去，服务生再帮我拿一个新的。好，我们这次认真哦，认真倒个酒。I got you。 这个蜡烛我放这边可以吧？希望店里不会着火。好，
不对，再旁边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啊，我帮你倒红酒了，这样有够吗？服务生，服务生，服务生，对不起哦，希望你们家的红酒不贵。服务生，酒，我要再点一瓶酒。天，他约会一次呢？哦哦，你看他在滑手机了。哦，他下面这边右上、左上那个是他的任务吗？你需要一点番茄酱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来，番茄酱，番茄酱马上到。嘿。来，这样够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像他不理我，他不理我，可恶！就是胡椒粉应该也可以吧？来撒一点。番茄酱好难抓哦！服务生，服务生，番茄酱，我就在这里等番茄酱。好，哦，终于拿到了。你的牛排在哪？我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不要挡路了，臭杯子。哦哦，有，他开心了，他开心了。他们这有布朗尼蛋糕吗？布朗尼蛋糕在哪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红酒有点碍事哦，先下去一下。好，这个，来，蛋糕在这里。来，这是跟那个味辣辣熊一样吗？来吃哦。哦，他吃到了，他吃到了，开心耶！ Yeah， 你看，哦，他比大拇指了。这个约会超成功的，有没有？耶、yeah， 三个爱心耶，这跟那个炸厨房一样，有没有三颗星？再次尝试回家，回家吧，好累哦。这是刚才那个男的吗？菲尼克斯，还是他只是男装而已？叫什么菲尼克斯？你以为是凤凰吗？把他约出来看看吧。哦，还可以聊天哦。好，我们先从聊天开始吧。我们讲个笑话吧，我看一下他有什么笑话。他们说你应该追随你的梦想，所以你能追随我吗？笑哭。哦，他真的笑哭了吗？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勾引他，我们马上传那个裸照给他。好，勾引，勾引，哦，不给按了。好，不能勾引哦。好，确认、否认跟道歉，我只能这样子吗？确认一下好了。没错，小嘴抹了命。好，我们勾引他，勾引他。我要把你涂成绿色，像拍一个不听话的西瓜那样拍你圆圆的。你继续说。哎呦，好，确认。我们聊点别的。为什么我要打嗯？好，我们跟他闲聊一下。嗨，你现在才嗨，讲了那么多，然后你现在才在嗨。嗨，
嗨，我们还是来约会吧，要不要？邀请约会？哦哦，约会是红了，一块吃个晚餐。好的，来试试吧。太好了，就这么约好了。哦，还可以拉黑哦。好，他是我们当前可以约会的对象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约会吧。嗨，你好，你能把蜡烛？哦，你也讨厌用火柴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跟刚才那个人一样啊？好了，我来点，这次呢，应该可以比较顺手一点吧。哦，抓不到，抓，抓。抓抓，为什么？哦，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蜡烛蜡烛，哎，好像什么东西破掉的声音哦。哎，什么东西在我手上啊？服务生，这个蜡烛拿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服务生。等下，这蜡烛，我拿不起来蜡烛了。好，这里，这个比夹娃娃机还要难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走开，我要拿蜡烛，我在这里。好，蜡烛，哎，蜡烛应该把它丢掉。服务生会再帮我拿一个新的，对不对？服务生辛苦你了。再等一下哦，蜡烛马上来。好，再低一点。蜡烛。好，蜡烛好了。哦，他要喝酒是不是？来，来，哦，酒怎么还在滴啊？这一罐酒容量真多呢。来，酒来了，嘿，哎，是不是倒完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有，我倒进去了，他开心了，然后要干嘛？薯条要加盐是不是？盐在哪？这一罐。长得像铁的东西哦，不是，这个才是盐。嘿，下来一点，再前面一点。哦，这比夹娃娃机还要难呢，真的是。嘿，哦，有，我拿到了。然后再上来一点，然后后退一点。哦，有，薯条加盐喽。再后退一点，我要气死！以后加了盐了，你的薯条加盐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娃娃机的游戏啊！哦，他开心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是要干嘛？番茄酱是不是？还是要直接喂他吃牛排？胡椒粉是不是？胡椒粉。好，我们来拿一下胡椒粉。不是，你不要乱拿人家刀子。嘿，对不起哦，因为这个很难控制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你们的留言，我等下再来仔细看一下你们在说什么。哦，加了，他很开心哦。要需要一点番茄酱是不是呢？来，番茄酱马上来哦。嘿，哎，来了。哦，我觉得我开始会玩了。嘿，再前面一点，这里。哦，你看他笑得多灿烂。有布朗尼蛋糕吗？有，马上来。来，
你们觉得跟人家约会很困难吗？来玩这款游戏吧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破了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拿来了，拿来了。来来吃吃吃吃，嗯，哦，你看他又开心了，耶、yeah! ！哦，他给我飞吻呢，表示他很开心吧？三颗星有了，哦！祝您有愉快的一天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超厉害了！等一下，所以我这个角色是怎样？就是没事就去跟人家约会吗？好，我们就再来攻略一下下一关，看会有什么新的进展了。嗨，哦，怎样？我还要帮你点餐是不是？你跟一只手约会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该点单了，好好。该点单了，我们吃披萨好不好？披萨，然后再吃汉堡，然后不要芦笋，芦笋好恶心哦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宝丽达 B 吗？还是康贝特之类的？哦，这个可以玩火，我们来点这个吧。好，我们就点这样子，披萨、汉堡跟火。然后呢，我要先喂他吃。你那是什么？哦，他要那个饮料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讲，他刚才有讲吗？人家点餐不先讲一下？好好好好好，你的倒完了，记得喝哦。好，换我的。这到底是喝什么啊？哦哦，它是两杯要同时完成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花好像也想要喝是不是？小花也要喝。倒了不算。好，那就我好厉害哦。嗯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开心。他要吃披萨跟吃薯条，你会肥死啊你。披萨、薯条，点餐。哦，地上就有啦。披萨是怎样？要喂他吃三片的意思吗？哎，吃啊吃啊，你看不吃。哦，要放在他的盘子上。原来如此。哦，我想说还要喂他吃，来，这只完全是夹娃娃机哦。来，哎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呦，好难控制。哎，这个东西卡在这里了。哎，那个东西害我没有完成那个任务。现在是这是什么 ？P 是什么东西？要黑胡椒酱是不是？这个拿不起来的黑胡椒酱。再下来一点。哦，有了。哦，有，哈哈哈哈，要薯条，哎，薯条在哪？薯条不见了，那我只好再点一个。在哪？薯条呢？哦，没有按到点餐哦。哇，这个角色呢，约会一次呢，就要花很多钱。来，来来来。然后呢，这是又要加什么？这是要加盐。
好难，不是，我不是要拿着、這個、哦，有了，然后再前进一点，这样还不够。但那脸的意思是说不要用脏我的衣服吗？哦，有了，来，多吃一点。哦，蜡烛在哪里？哈喽，蜡烛呢？哦，这个倒掉了吗？然后番茄酱在这里很碍事啊。哦，蜡烛，嗯，好，虽然是意外，但他还是，你太没耐心了吧？等我点一下是会怎样？布朗尼是不是？马上来！来！嘿！哦，抓到了！这个要喂它，嗯，还算不错吧。再来一份，耶！哦，应该不错哦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哦，至少还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牙齿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这白色的是什么？欧巴，回家！哇，我们这样子啊、哦，你看哦，一之二，一之三，所以我这个主角很糟糕哎！你看他做了一本书，然后专门就是在猎人头，有没有？然后把他们这样子过程用出来，然后还在这边画一些手啊，有没有？很猥亵哦！所以我这个主角其实是一个变态，是不是？变态，然后到处约人，他是想干嘛？想搜集什么资料？你看这里有新闻，一定会写说，一定会有我的新闻哦，被警察抓之类的。